上三股鸳鸯楼大丑一包，就准备走后头原路出渡江府，走走再一望，哎，只看见旁边花园的港门开着。好啊，无双在想最好不过就走花园，花园这地方朝进路等于就是走的拱形。我儿一这一刻进了花园的港门，我要觉得渡江府的这座花园统称地界，里头有翠状元杨鱼池湖花池牡丹亭蝴蝶亭桂花亭万字桥嘉善寺。我儿一走走前头已经到了万字桥，走走过了万字桥，前头已经到了桂花亭，走走再听见旁边竹叶声敲，雕鼓连来一望翠竹园，前头还有杨鱼池荷花池，再看看前头铁红色的家山，对得玲珑耳贴头。我儿一准备绕过铁红色的家山，上头就是蝴蝶亭，蝴蝶亭口底下是不凡石铺的，再要一声到了蝴蝶亭，加一点就可以翻过东院墙头。英雄这一刻再把蝴蝶亭口一望，玩一合拍，甚至又朝家乡后头一躲，什么道理？无双这一刻心里都吓得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。啊，咋这一说蝴蝶亭口大丫怕的是有件东西，就像个怕人的呢？哎，无双看见金阳岗的老虎都不怕，他今天看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并不是东西，是个人。这个人什么样子？就在蝴蝶亭口别了一张双层子的茶几，上头有个香炉，里头点了一股香，稍有微风把这个香味吹了顺风飘渺。就在茶几前头有个白垫子，白垫子面前端端正正站立了一位美人。这位孤儿总在20万岁，穿着一身的校服，在月光下这一座就格外的体面了。走嘛，扬州人说要得巧，走神常带三分笑，而且在这个月光下就更漂亮了。一生到了人家填对象啊，要压灰的时候都是在灯光底下，晚上不得拉一个压在大太阳心里头压灰。所以这个端端正正站在地方不开口，就望着香炉里头的这股香。我儿为什么怕呢？奇怪了，我在衙门里头70天下来，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我基本上都见过的，哎，唯有这一位没有见过，长得这么漂亮，神医在花园在过分享。哎呀，不对呀，说不定怕的这个花园里头咋怪啊，什么月美花旗见出来白月迷人。哎，不管他是人是妖是怪是鬼，要是幸福是点听口中言，我儿就落神听了，看见他一动金莲，点来故乡两故乡参在香炉里头顿顿四百脚滴滴的后影，空中已有生气男女美朝天而奏响，望神神要必有我那亲娘兄弟，却是冤魂造神仙见。我儿在后头一听，直接听不懂，
没头没尾没名没姓，什么秦两兄弟却是冤魂造神仙界。哎，好呢好呢好呢，看见他又点来故乡，把盲头出现了，晓得了，大家花的是这点这个仙姑啊，又是端端四百叫爹爹的后影空中来月相关，男女美意朝天先祖先，要必有我那清侯壮士大侯英雄走出龙潭，虎穴逢雄化解遇难成全。我儿在家乡后头这一听，啊，哎呀，可要死啊！啊，你这个地仙柱香上都全说的我，怎么晓得的？那必有秦侯壮士像我在衙门里头七十天上上下下，男男女女我都晓得的，去走人也有，梦走人也有，秦侯仙的这都雕像独中一个。那就咱有第二个噻，哎，来啊！还有句话文章呢，说什么东西啊？大户英雄，这个倒不说说大话呢，普天下大老虎的，怕的就是我一个，没得第二个。哎，来啊！我跟你对面不相识，是我王来，我要你在花园分享庇佑，这是我听到的。假如被别的人听见了。人家不要议论吗？一位一位一位，好说无妨啊，年纪轻轻的，哎，这一位姑娘年纪也不大，哎，这个两个人呢不对啊，胡家为什么要在花园分享庇佑无妨，这么关心他，哎，怕的都有这么一手呢，才把人冤枉死了呢，啊。我要跟你有一手嘛，不谈了，不点半手不得，你这头也不得哎。哎，无双心的一话，怕的不是好人。这么些人我都杀了，请二哥顺便把你逮着了，免得留在地方害人。我儿一真正叫个吓唬了，英雄这颗老虎了，开红色的家乡，一个重步，拉下村到姑娘旁边，手上的刀最起，他这刀朝下砍了。谁没有开口，哎呀姑娘拉下眼睛尖，耳朵还有灵，一阵风不晓得是什么人穿到他旁边来，好像商量的东西抬起来了，哎呀姑娘一哈拱，一个旁车子朝下一跌，手这一抬就用大袖儿这一单面盲，你是人是鬼？这个我一把刀停住了，不要忙活着，哎，不是光瞎花了眼的，人家家头就是庇佑我嘛，哎，来啊，不见得有死罪耶，我就杀他们，我还要问个啊，来钱去罪，弄清楚了再杀杀，把我当鬼，怕的我是姜子怕的，跟鬼也差不多了，脸上全糊的血，大贼相战。在愿光下有影，江花有声，咱何尝是鬼呀？他不说话，姑娘不晓得；他这一说话，哎呀，姑娘这一喜啊，喜出望外，无声的声音，他是牢牢的记住。不点不怕，手一捻，人朝前三，近前两步，趁手月光，再把秋波送过，把屋上走神上下望了两眼，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我壮士，这个我儿后来打条人头呢，就晓得。他说的武当士最原来是武壮士，认不得他不会喊武落壮士吗？大贼乡镇同大贼是无瓜葛，大贼为何要在花园分享庇佑咱？
请问大贼尊姓贵芳名？那我奴家姓韩，名叫玉莲。这个我儿在听韩玉莲这个名字熟得很呢、啊、哎喂，这就想不起来。大贼，少请教我同大贼有何瓜葛？这个啊，那个韩玉兰心里话不好了，你什么人呢、啊？你好坏的记性啊！张梦芳再是唯美，她是用的美人计，你不晓得啊？叫我去看你，而且我看了你之后，你并且教训了我一番。你教训我，我并不怪你。我晓得你为人品格端正，我心目中承认你就是我的未婚的丈夫。你肯定也默认嘞。要如果说你不默认，张梦芳就叫我去看你了吗？我跟你什么瓜葛啊？未婚的夫妇，还是个笑话呢？我不在乎保佑你，哪一个来保佑你呢？话怎么说法子呢？不能说了，我们是未婚夫妻。哎呦喂，这个有什么不好说呢？就告诉他来不忠哎，那可嘛，古时候啊，不是我们现在，我们九十年代嘛，这个开放了以后，男女之间不晓得肚子有多潇洒呢。哎，洒脱得很呢，有什么说什么东西。哎，不要说是男的了，现在哪晓得阴盛阳衰，尤其是姑娘，哎，有什么东西爽气得很呢，开口就说，所以那可不好意思哎。姑娘这一刻想来想去，不说也不行啊，要告诉她呢，她不要误会呀、啊，装死。这张梦芳这是为美将男女许配壮士，壮士两来都晕过的。这什么话？哎，你这个老神了啊！哎，你晕过的，你晕过的，那么我心里头也承认，我们就是未婚夫妇了。我这一刻在花园分享必有这个，哎，这个就是正常的了。啊，哎呀，我儿子已经不好了，想起来了，怪不得七月底那天才有个人敲我的房门，把我的锅拿到了我并且都得喝，我就问了谁哪一个，他给我弄了一句奴家在此。我想了想到今天，这个奴家，我一直到今儿个，我不晓得是什么东西。哦，哪晓得奴家就他就是奴家。哎喂，才弄清楚了，原来张梦芳带我们做媒的来啊！我嘴上晕他的，我这个人历史不剧情啊，不好嘞。哪晓得他就当真了，装死。你这等信用走哪里而来，到哪里而去？这个嘿好啊你，他是老不放心我啊，啊这个要命了。我也不怕，我要如果怕，我还把明星留下来嘛。大贼不嫌血翻，勇战士兵。我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，姑娘这一刻听着听着面带笑容，听着听着移动金莲，听着听着到了白癫子面前，听着听着顿顿四百，嘴里叽叽咕咕。送完头，我儿也不懂啊，他不晓得姑娘头一走向上头，就差要跟菩萨要打官司，跟菩萨在块吵架。哎呀，菩萨，你是讲这个做菩萨的吗？啊，菩萨嘛，改变要把世上的险恶要分得清清楚楚，好人坏人你都分不出来吗？啊，我从这么个好人早起母娘啊，张梦芳这么个坏人，
富贵双全，你讲的你菩萨不能玩哎，你不能当哎，哎，你眼睛也没睁啊，你直接瞎了眼了，把菩萨一声问骂，哎，这个听见，把他的全家杀掉了，留了大太太、坏人都杀掉了，这个跪下来磕头在，嘴里叽叽咕咕就打菩萨，再招呼菩萨，对不起啊，将才错怪了你了，你菩萨能玩你，我说你呀、啊，直接要当下去。哎，你把世上的险恶分得清清楚楚，我说你眼睛瞎得了，那说的你两眼睛够睁这么大，你把好人跟坏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啊，张梦芳又怎么样啊，哎，到最后干干净净，我说还是我说有皮没有去块，汗毛子没擦一根，装死你这来怎么好不好了，哎呦喂，无双心里话，你送完哪里啊？啊，你是不老不放心我啊，大贼！少卿叫大贼，你这来又怎么办？我儿为什么不放心他？哎，来啊，张梦芳虽然是坏，你在他衙门里头，你一杀二子，你是无忧了。但是再来好了，张梦芳这是大太太，是个寡妇。总不见得再来养你这个闲人了，你再来又怎么好呢？最好来问问他看，田耀兰这一听怎么好啊？跟你走，我是你的未婚的老婆，你丈夫不丢走哪丢走呢？壮士，男女情愿同壮士一同逃难。是这个我儿这王不得名嘞，还有一个官人家将这王稳了顶起来了，各位同逃难就能完了吗？大贼想斩刑案在一身，我要如果走到中途遇到官兵斩的命倒没有了，那个就有误了大贼的青春，不行，如此将来你就晕定了去，叫他晕定，你晕啥？你哪怕晕个三年半年三年五年，我一定等，我哪怕等到老，我等死了，我是非等不可，我情愿的。坏了，哎呦喂，这急的回都回不掉，无双想想这个不能玩，要把他回绝了呢。大贼，我要如果走到中途遇到官兵斩的命没有了，那岂不是要把大贼要等老了告知，有大贼的青春，如此将来那你就赶快走，走够你就少走，那够我儿这一刻就如同有根铁链子把他扣住，为什么不走啊？哎呀，无双这下再来怎么好？我再走啊，姑娘又怎么办？大贼，你去走乡下还有人吗？要如果有，你告诉咱，我带你去一趟，叫你家青丁过罗把你带回去，领着门当户对。姑娘这一听，那问青丁过落谁一个多么好意，哎呀，姑娘说到这句话可怜无手那一到一把了，两苦头子遇到一起去了，都没有过落青丁啊，哎，姑娘这下我不能靠，我这靠把他牵连在这个地方，我算什么？我就是他的未婚妻，难道我还想嫁人吗？最好先个干净香，哎呀，怎么着？你看那一项来了许多人，算哪与你啊？哟，其实姑娘是用的分身法，韩玉兰把武松指在一旁，挫杀而亡，为武松进阶，我儿可怜，痛哭一场，武松求与韩玉兰，而后出动
江湖衙门。